最棒。懂三宝。上级，可以几岁？你去那边站，他来看小班，那这样子小班而已哦。姐姐去那边看，所以小班是五岁吗？是五岁还是四岁？四岁哦，现在小朋友都好高哦。啊，对呀、啊。所以呢，你叫做什么名字？新。新锐，对不对？新锐几岁？你皮肤比较黑哦，你气晒哦。今暑假有去外面活动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晒得好黑，好健康哦，好棒，晒得好黑。嗯，对。好，谢谢。再来是您哦，你叫做什么名字？我叫你看大家都很大方呢，我们跟小朋友交做朋友啊，好不好？交朋友呢。好，那要不然妈妈走在你旁边，妈妈在你旁边，好，那我们先好。那、啊、你叫告诉阿姨你叫什么名字？燕燕。燕燕呢、啊？哦，那叫燕燕，几岁？三岁。三岁啊，好，没关系的，你比较害羞。好，那小朋友都有认识大家了吗？有认识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今天活动就要正式开始咯，大家都认识了哈。好。第一关就是上班打卡。客人走进来我麦当劳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要跟他说什么？欢迎光临。哇，好棒哦！大家都很厉害。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麦当劳。对，那我们就要说欢迎光临麦当劳，会不会？还有薯条。还有薯条，还有可乐。一起说一次。欢迎光临麦当劳。